前好看。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份贸易事务的相关工作，政社员，工资是在22万到28万之间，一周休息2天，语言要求 N1 到 N2 的水平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12月1号到我们公司参加面试，每天中午12点之前到。公司的地址在我们神田站附近。就推荐来我这边，为啥呢？这边。